动它了，搞不动了。那你这么一晃，这就完了，搞不动了怎么？你看往下一沉，啊，里面开了，就有一条线不能动，晃了也不行了。你看这个地方顶着，顶着，顶着，看了吧？它不能这么晃悠，啊，到这儿，嗯哼，顶上不动了，这底下晃了，就这个时候你是，从这儿开始走，跑了，就这个劲儿，然后你看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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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你看是不是乱蹦乱晃的？现在你看我手上的劲儿是不是到了肩了？肩是不是到了腰了？他在这儿，我这么一碰，然后一碰，他有很多空隙，这么使使劲儿，哎，到这儿来了，这我走不动了，怎么办？你先看这个手不动吧，走一下肘，然后沉一下，哎，差不多了，你是他就可以走了。先不动，就用这个手，这一动到这儿来，他顶住我了，对，也不行了。你看我这个肘过来了，对，肘过来，过来了，你看，已经跨了，再不行到了脚了，这一下就起来了。